盘点笑到肚子疼的爆笑对话，绝顶口才，巧舌如簧，个个都是高手。可爱的李时珍，今天我们公司发两张电影票，有没有兴趣？你们公司子弟女儿啥毛病？一个电影让你看两回，你给我吧，我带我闺蜜去看。你怎么就不懂呢？嗯，我问你，我长得好看吗？你应该说是好看和难看之间吧，就是偏帅呗。No, 是好难看吗？你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吗？我每次看见你就像丢了一样东西。是丢了魂儿吗？胃口没了。走你妈！你们这吧台有 WiFi 没？我这儿护士站没有 WiFi。那你把手机热点打开，让我连一下。你住 VIP 病房，趁好几百万，还上我这儿蹭热点？那我的钱也不能全拿来充话费了呀。那你的钱是别人给你烧的呀？服务员，退房。VIP 房间不归我管。你等着啊，我找你领导去。那你快走吧。好起来吧，老宝贝儿。大脸姑娘。宝贝儿。你这是叫我呢？这唱就咱俩，我不喊你，我喊谁呢？我的妈呀，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呢？是不是有事儿求我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给我发红包呗。发不了。你我这都喊你宝贝儿了，你那怎么的？你要是喊我妈，我还得喂你奶呗。你别太过分啊！你这大过年的，我都没给你算下账，你这一年花多少钱，你还不舍得给我个百八呢？哟，这是嫌我费钱了？不是，我没那个意思。那就是怀疑我的理财能力了呗。那我就好好跟你算算。我问你啊，去年过年的时候咱们家存款有多少钱？十万呀。那今年过年的时候咱们家存款有多少钱？这还是10万呀。你看看这不就完了吗？这是不是说明在我的英明带领下，咱们家白吃白住白喝了一年，一分钱没花，是不是这么个理儿？好像也是。对呀，所以说是不是证明我还是有能力的？所以说咱们家的大事小情是不是还是应该听我的？对，走回家，走。东北民嘴，干嘛去呢？前男友，我天，你还活着呢你啊？我正找你呢，你是不是骂婷婷了？婷婷谁呀？我女朋友。哎呦我天，他给我打电话骂我，那我能惯到他吗？我又不是慈善机构的。再说了，不是他搁哪整的我手机号啊？我换新手机了，那云备份把咱俩以前照片背回来了，他看见了。那是你的问题，他给我打电话，他骂我干啥呀？啊，他还觉得咱俩能和好啊？我要真能和你和好，还有他啥事儿了？还真能给我俩显摆你对他多好？说白了，我嚼剩下的口香糖我不嚼了，我吐给他了，他还跟我显摆多甜呢，真有意思，真的是。那你也不能跟他爆粗口啊？不是，我还以为你来给我道歉来了呢，怎么的？你是兴师问罪来了？你这是人渣中的战斗机，败类中的 VIP 呀、啊？怎么的呀？那合着他骂我，我还得洗耳恭听呗？我又没有给他备壶茶水。他万一骂渴了呢？你这嘴咋还这么损呢呀？就这么长时间了，就你这样的，谁能受得了你？哎呦我天，就我这样的不劳你操心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我发现了，月老这垃圾分类做得挺好，你们俩可真是般配。祝你俩早日修成正果啊，儿孙满堂，全靠你兄弟帮忙。我走了，以后离我远点，我弄眼睛真是。广西逛上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是刹车掰下当烧火棍了，还是脚丫子焊油门上都跑冒烟了都？不是你走路不看车是吗？你还怪我呀？你给我机会看了吗？那赶上火箭发射了都，你是着急和太阳肩并肩的，还是和月亮手拉手啊？你是没撞上我，你要撞上我，不光怪你，我还得讹你呢。别说你开的奥迪，你这是无敌，我让你穿不上裤子。不是你不会靠里面走吗？你啊，你再说我不着急吗？你咋不让我钻墙里边走去呢？还得多往里呀、啊，真是的呀。再说你啥事儿啊？开车都不看道了，你家里招贼了还是被追杀了？不啥呀，我不着急接孩子吗？我的天，我还以为你着急抢孩子去呢。那咋？你要在学校门口上演《速度与激情》啊？你说你前面自行的、电动的，还有老年代步的，哪个是你招惹得起的？你还敢搁这儿撒野呢？这光屁股上战场，你胆大也不害臊啊？哎呦你妈！你看看你长得这个熊样。东北第一丈母娘，这不晚上睡不好吗？他们晚上净放炮，这整的，这我以后要上战场，我都不能害怕，炮火连天的。哎呀，不是我瞧不起你，你文不能测字，武不能卖权，想捐点帐篷你都没有钱，你上战场咋？你要穷死爹呢？
那教你，要真打仗啊，你最适合当陷阱。为啥呀？你脑袋里有坑啊！你不但有坑，你脑里还有水，你这陷阱可老复杂。你真能埋的人呢？埋的人。最近那个新闻，那个打人赔了不少钱，结果评论区大伙都排队等着挨揍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？说明现实的拳头比的拳头打得重。那老师，哎呀，有钱真好啊。那也不一定分在谁手里。酒是穿肠药，色是刮骨刀，气是下山虎，钱是祸根苗。有道理。我说我咋这么快乐呢？那我没有祸根。那倒是，你就是光棍嘴里唱情歌，要饭的嘴里拜年歌，你就穷欢乐吧。